爸妈，你俩要是想出门的话，必须得答我这道题，谁答对了，谁才能出这个门口呢？行行行，快点快点。看这道题啊，一只鸡有两条腿，三只鸡有几条腿？妈，你先说。我不确定。那爸，你说吧。60只。妈，恭喜你答对了。What？ 二乘以三十不得60吗？咋，他咋还答对了呢？爸，你看这个题啊，我说的30只，它不并不一定是30只鸡，它也有可能是30只小兔兔，也有可能是30只小蚂蚁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妈，你看看这个图形啊，它现在是尖冲上的，你只能动3根面前，让它变成尖冲下的。儿子，你给我3秒钟。行。哎，这题也太难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样子的，你跟我说件事，刺激一下我的灵感，也许我就能做出来。行啊，妈，我爸脚后跟不是裂了吗？昨天他用你唇膏涂他脚后跟了。妈，你能不能只动两根棉签，让这个甜字变成一个形容动物的字儿？妈呀！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，太难了。我会。如果我做出来，今年在家活能不能让我少干点？儿子，我小时候是2班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你在我妈面前没有如果。从不独立破再到底独立买，如果不是为了哈斯，我来都不得来，我不是屌丝。哎妈，干啥去呀？出去吃饭呢。哎呀，我爸不都说了不让你晚上出去吃饭吗？他又没在家。妈，你要是能做出这道题来的话，那我就不告诉我爸，要不然我就告诉我爸。啥题啊？妈，你能不能让这个口字变成一个福字？我能。妈，我王阿姨一直嫉妒你比她年轻好看，今天是她儿子二婚典礼，咱们一定要把她比下去。气势上我妈没服过谁。哎妈，你咋长白头发了呀？妈，你辛苦了啊，你天天给我们换灯泡，换床单被罩，又通下水道的。妈，为了表达我对你的真心，我帮你染头发。咱们家好像有一个欧莱雅真萃染发霜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了，时间不够用了，还有2个多小时呢，赶趟，我现在就给你染啊。真不用，这欧莱雅真萃染发霜不错呀，还有赠品呢。哎呦我的妈，啥情况啊？哎呀，你老公攒的私房钱，求助我让我帮着藏起来，妈呀没办法。以后再给妈染头发就用这个赠品，还不杀了过来一起给妈染头。这个染发膏配方温和，不含氨，一点也不臭，反而还很香，白头发全都看不见。妈 ，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完美。